在这里要特别非常隆重的恭喜今年护持大藏经法会的所有如意功德主，因为众多的仁波切呢一致的要求，希望我们给如意功德主这一个无上殊胜的礼物，就是贤劫千佛经。贤劫千佛呢，顾名思义就是有一千尊的佛。那么第一尊的佛呢，就是拘留孙佛；第二尊佛呢，就是拘那舍佛；第三尊佛呢，就是迦舍佛；第四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五尊佛呢，就是未来佛、弥勒佛。所以呢，谁家有这一尊呢？除了你有供养整个大藏经的功德，你供养的贤劫千佛，好，不是每一个寺庙都能够请到大藏经的，也不是每一个寺庙都有这样的福报因缘可以供奉到贤劫千佛，而你竟然有贤劫千佛，你也等于是获得佛的身口意的加持。那这一部贤劫千佛经呢，供在家里呢，可以镇宅化煞，可以让你居家更加的平安；供在你的办公室呢，可以让你贵人不断，让你平步青云，步步高升。那么不管你供在什么地方，贤劫千佛就护佑你，让你今生今世的理想，你的愿望能够实现，也能够让你财运具足，让你福报圆满。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贤劫经的这个说明，然后里面呢全部都是藏文的文字，给大家看一下，就非常殊胜的。那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请到故宫等级的印刷厂来帮我们做的，这也是仁波切们从1057部的经典里面精挑细选出来这一部贤劫千佛经，要送给我们的如意功德主。